话，依依，你吃这个面面吗？要喝汤，你晚上先吃吧。那边还有汤哦，应该没倒油。这个是刷刷锅，这是这个酱，对，你也是要用这个酱多用一点，就是酱，因为它本身这个是盐味哈，你喝喝看那个汤就蛮重口味的。哪一个放那边？哦，是卫生纸啊。你们周末要去哪里玩？还没有规划。剃工的讲有闲则较好玩。嘿，啊，讲唔知当讲当时要来。伊讲即摆应该无闲。爸爸每天都夺命连环 call， 一直问我铁工这个进度。哦，是啊，他不止打给你，也打给我。所以你要分出来。还好不？没有喜欢的吗？油菜、梅、生菜、地瓜都红萝卜。要大一点吗？地瓜红萝卜。